嚟紧星期三咧就会做汤嘅演唱会嘉宾。咁听讲话嚟紧喺农历新年咧，黎小田嘅作品展里边咧又做嘉宾，又做嘉宾。系啊，小田哥好好啊，又邀请我咁。哎呀，话好好好好，因为佢系我即系从细至大其中一个偶像，因为我好中意听 Leslie 演唱会噶嘛，成日睇 VD 即系 DVD 啊咁样样咧。我想哇，小田哥，我嗰日其实我参加嗰、那个。流行金曲咧，我唔知道佢系音乐总监嚟，一见到哇，我即刻醒晒神，打醒十二分精神先，见到偶像，系咁，所以今次可能都会喺佢嘅作品展度唱 Leslie 嘅作品系嘛？咦，透唔透露得噶？可能啊，我哋话佢系叫我有咁嘅谂法啫，都未 confirm 系咪先？系啦系啦系啦，机票酒店唔知有冇人俾。